繼續翻到嚟第三場賽事啊，去過從化嘅馬又五好呢只羊明秋秋啊，五班千二短台因為拆早啦，五班嗰個千二就啊 fit 嘅馬呢，有三隻大拇指嘅都有五匹馬，二就初戴眼罩，三呢就除開縫眼罩除呢個扎尼啦，另外十一呢就除咗個全眼罩，咁啊從誒、呃、初戴呢個開縫眼罩，十二呢就除咗個開縫眼罩就重戴眼罩即係、就是就是、調轉佢同十一，咁佢就除埋個環形烤唔貼嘅。 好啦，首飾傳奇係咪好 fit？我唔覺得係咯。咁啊，你話五班咁着數啲喎，會係嘅。但係十一檔加角能都都幾難跑下嘅、啊。跟住輪到呢一隻就加起旺啦。今朝跳咧就冇任何嘅配備嘅，走起上嚟都幾集中。雖然個浪頭有啲大啊，呢啲馬唔係咁容易發揮嘅。轉咗倉咧，確實係有啲生氣嘅。朝頭早，哇，升榜添佢嘅馬，好啊。好啦，怪獸媽媽。 啊，逐步松翻啲佢上嚟，俾少少意識佢，喂你啦！除咗啲配備咁樣，今次跑隨時變身嘅變數嚟嘅，根本係落班就再嚟拍跳睇下，百俊雄風近鏡四四九入邊就三八四啦，戰神堡出邊嗰只呢，隻就即係有啲配備呢，就冚上嚟就過咗佢，但係戰神堡一啲都唔曳嘅。呢啲馬呢，翻翻嚟谷草呢，應該會交翻表現嘅。楊明秋秋千四呢，已經真係啲力短咗喎，啲 但一檔就要攞位精靈啲嘅呢只，拍跳睇下只高能量啦，入邊嗰只近鏡嗰只跑咗兩安重啊！大家班次有啲唔同啦，三班馬對五班馬，所以就跳輸嘅。佢佢其實跑增程啱㗎，但係偉達又縮翻程喎，再等等先啊！果然有呢啲咪又係隨時可以跑得好好，就算佢上場我都係咁講㗎，輸咗都係咁講。但係你出閘嗰下唔好咁慢咯，呢只係根本好後生。 喺度蠢蠢欲動，擺咗喺度噶啦。洛飛勝啦，呢只馬就神操是有些，係有啲即係重口馬啦，所以你見佢扣住咧都廿二個九喎，經常都要揾馬帶啦，內圈亦都有時气啊啲脾氣啊咁咧，都係有啲古古怪怪。莫雷拉跑、啊、葵衝精英啊，成日都閃閃生光咁樣噶啦，你睇到啲毛水就乜成日都係近都出閘嗰係又會慢啲，希望莫雷拉再幫多啲啦。 喺試集見到前邊大放咧就係超壓贏球，後邊咧就帶咗個白面箍、紫色三白帽啦，就係、是、龍城猛將。頭先頭場講嗰只兒槍福星咧，都覺得哇啲功夫都算係壓迫性啦。咁但係呢一隻咧主重去賣喎，呢只即係龍城猛將。希望呢只老馬咧真係可以即係頂得浦啦。純粹你睇呢一啲冇壓力嘅試集咧，佢係試得幾好嘅。拍住隔離嗰只大眾開心咧，臨近終點咧追翻幾多嘅？你唔識嘅咩？ 高水準試集啊嘛，係嘛 <laughs>？如果佢跑得好嘅時候，就係咁講噶。不過啲馬其實係明老咗啦，講真。入邊嗰隻龍城猛將啊，又擺攝印上去啊。跟住就見到另一組試集神火金剛咧，就係中間嘅。前邊就風彩華庭，跟住鐵籃籃武都要睇啊，幸、嗯、運飛彈啊。走外邊咧就係女劍集破元氏嘅翡翠劇院。 睇下邊只先啦，神火金剛啦，馬林入邊就依家品自形圍住咗嘅，就有啲唔係好夠位，但係臨尾咧佢都有少少追上嚟嘅。但係我當咧嗰只翡翠劇院見誒嗰個小妹妹咧都幾落力嘅，臨尾咧都一路捉住啦，佢係騎得喐呢只馬喎。咁啊包尾都即係最後階段咧都過埋前面風彩華庭啊，風彩華庭就唔多噶啦，最尾都有啲縮步嘅。好啦，神火金剛，咁啊一些轉啲配備有啲刺激感，希望我可以幫到啲啦。 即係正如頭先所講，就係嗰啲有啲馬試習或者剩呢，即係試習同埋真跑都要再慢慢考慮多啲先。海船戰士呢啲啊，成日都係會沿住欄跳啦，就感覺上挨住欄呢，佢會走得比較順暢啲嘅。不過能力啊，真係都相當之有限。 嚟到第三場啦，五班跑呢個千二米嘅呢一組呢，我覺得都幾多好狀態嘅馬嘅。我自己個人覺得五號馬楊明秋秋呢，呢、这、一個係黃金機會啊！即係你想贏呢，今次嘅秋檔啊路程我都覺得係最適正嘅一次。誒、呃、千二真係會合適啲咯，路即係、这個衝程比較短咗嘅馬啦。希望都能夠跑得好啊。另外嘅馬就葵中精英呢，呢啲馬其實落咗啲磨雷拉手呢。我相信佢會改變跑法嘅呢啲馬，即係佢會逼前啲守好位。 但係呢只葵中精英，我以前都唔係冇見過佢咁做嘅。佢頭段用多咗，你咬前啲咧，翻到嚟佢就冇咁勁嘅。咁但係近日就多數巴道跑咧都係後追嘅，所以我唔知阿莫雷拉會唔會改變呢個跑法啦。但係就存在住咁嘅可能性喺度咯。嗱，講真都係一啲五班，即係除咗一二三號馬去計，下邊嗰啲喺度五班咁樣睇下邊個抽撞到邊個對手，邊個跑得好啲咁樣。當然我都明白。 譬如高能量啦，果然有啦。咁呢啲未必係五班，因為佢哋後生咁樣。誒，就算歲數一樣，佢哋跑得好少。咁下邊嗰啲馬，講真啦，葵涌精英其實咪對嚟對去嗰層五班馬嚟嘅咋，佢都未贏得到喎。即係所以你話，如果因為個人而咁樣熱咗呢，就真係好啦。咁我就會搏二號馬呢只加起王嘅，冇跑法㗎，你咪加得眼包，加得個眼罩落去擺前面走添。我諗佢今次會。 北半球馬，佢個榜一路可以上返去，呢只係好㗎。咁所以高度重視啦。